小龙球分得米，黄依文随时加。佢哋从呢度挞着，呢四年感情稳定。喂，小龙，38岁人啦吧？几时噔噔噔噔？不认真讲咧，我个人咧就好中细仔，我年纪亦都唔细啦，咁我就好想尽快有。阿舅老实，够直接，前晚出活动话已经求婚成功啦，仲话而家努力娶老婆本。希望今年做老衬啊！我哋想揾个好啲嘅地方住，特别啲啊，即系唔喺香港啊。有倾有计划嘅，我有咋，我唔知有冇噶。哦，佢好似真系冇呢个计划喎。黄依文寻日接受我哋访问，话而家感情稳定，但系呢期就忙住开新铺，今年都冇可能结婚啊。但系就承认有倾过结婚嘅事，至于会唔会下年结，佢话暂时未知啊。